佛法是心法，形式固然重要，形式是为利他的，不是自利。自利是用心的，要转变心态。啊，我们的心像不像阿弥陀佛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啊，心要像阿弥陀佛，愿要像阿弥陀佛，德要像阿弥陀佛，行要像阿弥陀佛，你学得很像。要像前面我们念过的阿舍王子他们那一帮人，你看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他们心里头都发现了啊，要求生极乐世界，要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他们起心动念，佛就知道，不必说，佛就知道。我们要起心动念，佛也知道。不仅释迦牟尼佛知道，阿弥陀佛知道，遍法界、虚空界所有诸佛如来都知道。为什么？念头才起，周边法界。我们起个恶念，这个恶念变化界虚空界也都知道，没有法子瞒别人，只有法子欺骗自己啊，自欺欺人，凡夫不知道啊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，为什么呢？他们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啊，他们的六根能量都是变化界虚空界，哪有不知道的啊？我们真正发心啊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真正想做佛，真正要跟阿弥陀佛平等，极乐世界人人欢喜，人人赞叹了啊！又一尊阿弥陀佛来了，没有不欢喜的啊！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这个愿不容易遇到啊，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彭吉经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我们逢到了啊，逢到不认识，当面错过也多可惜啊，那叫什么？真错了。